意问答。同修问：七月能换夫妻床吗？师傅答：七月十五前一个礼拜和后一个礼拜都不要动，因为灵性太多。请问师傅，七月十五的第二天灵性一般被地府收走了，为何后一个礼拜也灵性多呢？请问师傅。没有那么快的，我问你啊，你度假、有的人请假晚回来，有的人请假早回来，你不是跟你现在问我的问题一样吗？哦，懂了懂了懂了。那师傅，那清明和冬至也是前一个月加后一个后一个礼拜灵性多吗？同样适用吗？师傅这个问题。对呀、同样适用。清明和冬至同样适用的。同样适用，好好好。那师傅、今天的问题先问到这。师傅您保重身体，你早点休息啊师傅。谢谢谢谢。好，师傅再见师傅。